頭先你講到用簡配推係移動個青年法，有咩同學嘅？好似有另一個名啊，的確係，又叫做首調嘅青年法，即係一開始嗰陣時佢定咗係咩調，就用嗰個調嚟去將個口琴吹出嚟，所以用簡配吹你可以話係首，有啲人叫做首調嘅青年法。關老師，剛才你示範嗰個半音階嘅口琴咧，真係比我哋學吹口琴嘅咧係知道更多嘢，因為可以吹到半音階嘅歌譜出嚟。但係我唔知道喺複音口琴裏邊有好多技巧，好似打音啊、震音啊，或者係手提琴嘅吹奏法啦，呢啲唔知道可唔可以應用喺複音口琴裏邊咧？這個問題問得很好的，就說明了Michael 就對口琴都很有研究。半音階口琴呢是可以將複音口琴一些吹奏技巧擺上去的。如果你已經有複音口琴的技巧，那你可以將它擺上去半音階口琴。因為口琴其實就好多嘢係共通嘅，其中一啲就可以擺上，有啲奏法咧就係效果唔一定好好，所以我哋要衡量啊，睇啊呢首歌係用乜嘢奏法最好。咁我而家咧就係選一首歌曲吹俾大家聽聽，叫做《姑娘》。十八，一朵花。咁喺講之前呢，我先介紹呢首歌先嚇。咁啊，口琴上面一啲技巧係，譬如呢個嚇。我係用 chromatic， 即係呼音半音階口琴吹咯。咁一開始我用八度和音，用吹八度和音吹。然後咧呢一段咧就係、是分解和音，咁我哋下一堂要講到分解和音係乜嘢啦？咁我先吹出嚟俾大家聽聽先啦。咁跟住呢 VIB 大家知道係手震音嚟嘅，呢一段喺呢度，即手震音運用喺半音階口琴上面。跟住咧就係呢個係分解和音啦。咁跟住嚟呢個咧就係八度和音啦，又吹八度和音。喺半音階口琴上吹八度和音，比複音口琴上面吹八度和音容易好多，因為佢唔需要含咁多啊，仲容易吹。咁你吹八度和音呢一段係八度和音，可以再加上啲打音，呢啲係咪打音嘅符號啊？咁跟住咧就係用嗰啲VIB 即係手震音手震音吹。吹到呢度咧就係用分解和音，咁一直呢度又分解和音，分解和音啊，咁一直吹到尾啦。我而家吹姑娘十八一朵花俾大家聽，用半音階口琴吹啊。
先嗰首歌啊，咁大家知道啦，啊呢度有個歌冠音啊，喺呢條線上面所有個音符都要歌冠音喎，呢個係啊一種調和嚟喎，所有都要交啊，或者低八度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音，即係呢啊，即係喺呢一集嗰度。又全部要高半音，即係逢係呢條線或者佢低八度或者高八度上面嗰度，全部都要高半音，否則佢就變咗唔係 G 調嘅啦，變咗你吹 C 調出嚟嘅。咁有啲同學頭先咧就提到話通常咧啊啲符號咧嚇係喺一小節入邊有效嘅。咁後邊，如果後邊一小節咧，你再以嗰個歌本音已經無效嘅咯喎。呢、這個問題講得好，的確係咁樣。但係呢調和又唔同喎，調和係係控制成首歌嘅。啊，你嗰條線一定要歌本音，低八度嗰條線一樣歌本音，高八度嗰條一樣歌本音。但係呢，譬如其他臨時個記號啊。我睇呢度有咩臨時器咯？譬如呢個音嚇，呢個歌呢、這個低八度啦，呢、這個 B 啊 ，B 喺前面低八度，係冇錯啦，講大少少，呢、這個低八度，咁佢個有效範圍係一小節入邊，咁呢個點解都要降八度咧？就係因為佢有條線連起就係多回一個音延長到呢度嘅啊。所以呢後面一小節嗰個符號已經無效㗎啦、啊、所以你睇下呢度呢，如果你要呢、這個嗱啲要光白度要加多啲㗎啦，就係咁解嘅。換句話講呢臨時嘅記號高半音或者低半音係只能夠管喺一小節入面，即係兩條線之間有效，一過咗另一小節就無效，所以呢度如果統一樣係咁嘅音，就要加呢個低半音嘅符號啊！所以大家睇譜嗰陣時就要留意下呢啲啦。頭先有同學提到譬如呢個係低半音，咁口琴上面冇低半音嘅咯，我就話延音同埋高半音嘅喎。咁呢啲喺邊度攞出嚟啊？譬如呢個這個呢個在固定音名唱法嗰時係個 咪， 咁佢啊個咪嘅低半音就呢個高半音啦，啊，所以我吹俾大家聽啊，呢個係咪啊？高半音，即係話將呢個音。佢高半音就係佢低嗰個音個高半音啊，呢、這個低半音啊，就下邊嗰個音符個高半音就係佢啦啊，咁樣咧就係容易揾啦，因為有啲同學話啊，都揾唔到嗰個低半音喺邊度喎啊，咁樣大家知啊，咁再重複一次咧就係、是，因為呢個低半音係只係喺呢一小節入邊有效。呢、这個特別，因為佢係連起嚟嘅，你唔夠斷嘅。因為佢呢嗰個唱歌嘅人咧，唱呢個字一直拖到呢度，你唔夠斷咗，所以佢就嚟到呢度。然後咧，呢個都想啊係低半音喎，即係你呢個高半音，你要再加上去啊，咁然後呢個先有效，否則呢就唔效。